在过去的100多年里，量子力学和爱因斯坦提出的广义相对论这两大物理支柱，虽然各自都取得了巨大成功，但就像两位不太合拍的老朋友，一直未能在数学上和物理意义上真正握手言和。如今，一项前沿研究正试图打破这个僵局，他提出了一个激进而富有创建的方案，将我们熟悉的引力重新定义为一种规范力，就像电磁力、强合力和弱合力那样，遵循相同的对称性原则和数学结构。如果这一理论最终被验证，它可能会彻底改写我们对宇宙的根本认知，从黑洞内部的奥秘到宇宙诞生那一刻的起点状态，带来一场思维方式的革命。请继续观看本期视频，我们将深入解析这项突破性的前沿理论，带您看懂背后的科学逻辑，以及它可能如何改写我们对宇宙的根本认知。这项研究的核心理念，就是要把引力这位孤独的天体守护者，纳入我们已经非常成功的规范理论体系中，用全新的数学视角来看待它。所谓规范理论，是一种高度依赖对称性原理的数学框架，它正是粒子物理标准模型的基石，已经被用来准确描述了包括电磁作用、强合力和弱合力在内的三种基本相互作用。如果我们能够将这些规范理论的原则也成功应用于引力领域，那就可能打开一扇通往大统一理论的大门，一种把自然界四种基本力全部统一起来的宏伟蓝图。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提出，引力并不是一种传统意义上的力，而是质量和能量使时空发生弯曲的几何效应。这一宏伟理论已经在过去100年中通过无数实验验证，但问题在于，它在涉及极端尺度，特别是量子效应显著的情境下，比如黑洞事件世界附近，或者宇宙刚刚诞生的那一瞬间，往往显得无能为力。为了让引力也能在微观量子世界中自洽地发挥作用，研究人员采用了规范场的语言来重新表达引力，用一种与其他三种力兼容的方式，试图构建出统一的物理语法。在这项理论构建中，研究者引入了四种所谓的紧致优一类型的规范对称性。通过这一创新的数学结构，他们得以在更高维的理论框架中重新获得我们日常经验中的思维时空，就像从庞大的拼图中拼出我们熟悉的那一块。这种融合的方法使得他们可以用量子场的方式来描述引力的行为，同时又不违背我们在天体尺度和日常物理中依然有效的广义相对论预测，做到宏观与微观之间的平衡。将引力纳入量子理论面临的最大难题之一，就是计算过程中经常出现的无穷大，这些无法控制的数学发散让整个理论变得毫无物理意义。为了解决这个让物理学家头疼已久的问题，研究人员采用了一种名为重证化的技术手段，这是一种在量子场论中常用的数学工具，可以巧妙地消除那些导致计算失控的无穷大，从而得到合理可用的结果。到目前为止，这个模型已经通过了第一轮的重证化测试，具体来说是在所谓一圈界的计算层级上表现良好，这是验证一个理论是否数学自洽的重要第一关。那么这套新理论究竟有哪些令人眼前一亮的看点呢？它不仅仅是一个美丽的数学构想，更重要的是它能提出实际可测试的预测。与某些纯粹理论派的模型不同，这一理论不仅有内在的数学优雅性，还能够对现实宇宙中某些物理现象做出具体的预测，具备通过观测或实验加以验证的潜力。它在大多数我们已经验证过的情形中与广义相对论的预测高度一致，但在某些细节上，尤其是光线穿越强引力场时的弯曲轨迹上，显示出微妙但可测的差异。这意味着未来的引力透镜观测或更高精度的引力波探测器
可能会找出这套理论与现实宇宙之间是否真的存在不同之处。那么，为什么这项看似复杂的理论会引起物理界如此广泛的关注呢？原因其实很简单，它直击物理学最核心、最持久未解的谜题之一。这是因为它瞄准的是科学梦寐以求的大目标之一，构建一个可以在同一框架下统一描述宇宙中所有基本作用力的大统一理论，也就是将量子力学与引力最终连接起来的那把钥匙。目前，我们已经拥有一套在实验中屡试不爽的理论体系——量子场论，它能够以惊人精确的方式预测和解释三种基本相互作用：电磁力、强合力和弱合力。从原子核内部到高能粒子对撞机都已验证无数次。而在宇宙的大尺度，比如行星运行、恒星演化乃至星系碰撞中，主导一切的是广义相对论提供的那一整套关于引力的几何描述，它为现代天体物理和宇宙学提供了坚实基础。然而，问题在于这两套理论，一个主宰微观粒子世界，一个驾驭宏观宇宙结构，却像住在不同维度的邻居，无法真正交流，他们在数学上是鸡同鸭讲。当我们试图将这两套理论融合来解释某些极端条件，比如黑洞的起点或宇宙刚刚诞生那一刻的状态时，他们的方程式往往就会崩溃，得出的结果不是无限大就是矛盾连连，导致我们至今仍对这些最基本、最神秘的现象一知半解。而这项研究的最大意义之一，就是它仿佛在两个物理世界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让广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之间首次有了可能的对话通道。通过将引力纳入规范理论的语言体系中，这一模型不仅在数学结构上让它与标准模型中的三种力站到了同一平台上，更重要的是，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能适用于从最小粒子到最大星系的统一物理框架。这不仅是理论上的美妙构想，更是实用上的关键突破，它有望帮助我们回答许多至今仍悬而未决的大问题，比如宇宙最初那一刻到底发生了什么，宇宙是如何从虚无走向有序。我们也许还能借此找到黑洞信息悖论的答案，黑洞是否真的像熔炉一样吞噬一切，还是它其实保留了某种我们尚未理解的信息机制。甚至这一理论还引出一个极具哲学意味的问题，时空这种我们习以为常的背景舞台是否也有自身的量子颗粒，也就是说，空间和时间本身可能并不是连续光滑的，而是一种在极小尺度上跳跃不定的量子结构。更重要的是，这项理论的意义绝不仅限于纸面上的物理公式，它的影响力很可能会延伸到工程、科技乃至日常生活中我们依赖的高精度设备领域。比如说，全球定位系统，也就是我们常用的 GPS, 之所以能如此精准地告诉我们在哪儿，正是因为在它的运作中已经融入了相对论的修正，考虑了卫星因运动速度快和所处重力场不同而带来的时间差。如果我们拥有一个比当前更精确的引力模型，那么像 GPS 这样的系统也许能变得更加高效与可靠，甚至可能催生出我们如今还无法预见的新技术，比如更灵敏的地震预测、更精准的太空通信，甚至是未来的量子导航装置。这项模型最值得称道的地方之一，是它并不只是构建在优雅的数学假设上，它具备科学理论最核心的标准之一——可证伪性，也就是说，它可以通过实验或观测被证实或被推翻。与那些只能停留在理论探讨层面的假说不同，这项研究提供了一整套可以在现实中验证的预测指标，让天文望远镜、粒子对撞机乃至引力波探测器有了明确的寻找目标。未来来自太空望远镜的数据，或者来自激光干涉引力波观测站，如 LIGO、Virgo 等的实验成果，将可以对这些理论预测进行逐项检验，看是否真的存在偏离爱因斯坦方程的现象，进而判断这套新理论是否成立。当然，正如所有大胆的科学探索一样，这项理论的提出还只是一个开始，属于整个研究的初步阶段，
它距离成为主流物理理论还有许多未知要跨越。尽管这套模型已经成功通过了一些初步检验，比如在所谓一圈阶下的数学自洽性以及对现有引力现象的良好重现，但在更复杂多粒子高能条件下，它的表现仍然是一个谜，等待未来进一步推演与实测。对此，研究人员也非常清醒地认识到了当前模型的局限性，并主动呼吁学界同行加入进来，共同验证和完善。这正体现了科学不断修正、自我完善、开放协作的本质精神。接下来的关键一步，就是将这套理论中提出的各种预测拿到实验和观测中去验证，用实际数据来说话，用观察结果来决定它的去留。例如，该模型预言了一个非常具体的差异点，当光穿越非常强烈的引力场时，比如经过黑洞附近，它的弯曲程度将与爱因斯坦方程预测的略有不同，而这种偏差是理论上可以测量得到的。幸运的是，随着科技的进步，我们正好处在一个观测能力大幅跃升的时代。即将启动或已在运行的新一代引力透镜调查项目，精度更高的引力波探测器，有望为这些预测提供可量化的数据支持。如果这些设备在未来的观测中真的发现了与广义相对论不同的信号，那将是重磅证据，表明引力可能确实如这项新理论所说的那样，遵循规范理论的基本原则，从而为统一物理的梦想迈出决定性一步。不仅仅是在太空中观测宇宙的浩瀚尺度，在地球上的实验室里，科学家们也正在积极推进各种极其精密的实验，为检验这套理论提供近距离的数据。比如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实验室中，研究团队正在打造一种被称为激光冷却扭转振荡器的装置，这是一种极其敏感的设备，可以侦测到极其微小的引力变化，相当于能听见引力在量子层面上的耳语。通过将这些仪器冷却到接近绝对零度的极低温环境，研究人员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热噪声，清晰地观察到那些通常被掩盖的微弱量子现象，为这套理论的精细预测提供有力的实验佐证。如果这一理论真的通过了多重观测与实验的考验，它所带来的不仅仅是一套新公式，更可能撼动整个现代物理的根基，影响到从宇宙学到粒子物理的多个研究领域。在宇宙学层面，这一新框架可能为我们揭示宇宙中占主导地位却始终难以捉摸的暗物质与暗能量提供新的解释路径，甚至让我们重新认识宇宙诞生那一刹那的物理过程。在天体物理领域，它也有望打开新的窗口，让我们深入理解中子星的极端状态，甚至窥探黑洞内部的机制，这些迄今为止被认为是物理学禁区的区域。而在粒子物理层面，这项理论的潜力同样巨大，它为将引力纳入标准模型的行列奠定了基础，为终极目标一个真正统一所有自然力的大一统物理理论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尽管这项理论还不完美，未来可能还需要在多个方面进行细致修正与拓展，但它本身的提出就是一次意义非凡的跨越，为整个物理学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和方向。它的独特之处在于打破了人们对引力必然是几何的思维定式，鼓励科研人员跳出经典框架，去寻找更加灵活，也许更符合自然真实结构的新型数学工具和逻辑结构。与此同时，这项研究还起到了桥梁作用，进一步拉近了理论物理学家与实验科学家的距离，让纸上公式和观测数据之间的鸿沟得以逐步弥合，推动整个科学共同体朝着更实证、更协作的方向发展。未来的关键任务将集中在细化相关的数学模型，优化理论框架的稳定性与适用范围，并精心规划下一代的实验和天文观测任务，以逐步验证模型所提出的各种关键预测。不论这套模型最终能否成为通行标准，或只是作为通向更完善理论的一块跳板，
他都已经在探索量子引力这一自然界最深层奥秘的征程上迈出了坚实而勇敢的一步，为科学揭示更深层次的宇宙规律点燃了希望。这项研究最核心的贡献就是他用处理其他三种自然力的同一套规范原理，对引力进行了全新的构想和数学表达，试图将这个长期游离在标准模型之外的特殊成员重新纳入统一体系之中。可以说，他在统一物理学这条道路上迈出了颇为大胆的一步，虽不完美，但富有远见，推动我们向终极理论靠近了一点点。随着未来一系列实验和观测的启动与推进，这一理论是否成立将迎来真正的检验时刻，它也许将推翻，也可能重塑我们对整个宇宙运行方式的根本认知。如果你对这样的前沿突破感兴趣，想继续了解科学家们如何一步步揭示宇宙的深层秘密，请订阅我们的频道，获取关于宇宙、物理、技术等领域的最新科学动态，让你的每一次好奇心都得到充实的回应。